生活。接下来的许福凯跟林淑荣老师合作另一个结局。什么话也没有说，你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冷漠的眼神告诉我，已是分手时候。你我的誓言和往日的缠绵，已成另一个结局。你我欲望的恋情永存在我心底，我对你付出的，对你付出的口是真情真意，可是他却弥补我空虚心灵，在我最失意的时刻。也许有也许，在这并不是永远，我离去为了等你，为了也许。该怎么说，说不完深深的歉意，让世界给我另一个结局。许福凯、林淑荣，这淑荣，你觉得他们唱的怎么样？唱的很好。